for the lie to the bone. Once again, for the lie.
悲伤之旅的一个首发式，借泽三流这个机会，希望我们在这相聚都能玩得高兴。今天我们也将尽力为大家多唱一些歌，下一首歌一起等着老这首歌春风吃果造起来，那都造起来啊！好，开始，小心！
下面这首歌在专辑里叫《随行如影》，但是我更喜欢叫它《满心情》。
吃饭了。好，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我们。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，啊，就是2013年3月30号了，是330金属音乐节创办人寇成宇的生日。我们现在在这儿一起祝寇成宇生日快乐，好吗？听到所有的声音，寇成宇，生日快乐！寇成宇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曾经有很多人和我们一起战斗，当我们不能再拥有他的时候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演出中再把他请回现场。我们之前离队的键盘手刘丹，今天在这儿就和我们再次合作一首《九分之舞》。
留难，好吧？我希望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同台演出。对于预乐队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，因为我今天要向他求婚。本来我之前没有准备，刚才已经有一位兄弟求婚了。好吧，非常荣幸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啊！对，我提前他一步先拿下来。哎，这首歌
行，大家都加入我们好吗？刚才这么牛逼的一个氛围，是不是？这首歌叫《爱的惩罚》。We are ready to fight tonight.太牛逼了。如果你们想跳也可以，想冲撞也可以，这首歌会给你们充足的机会。
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，散发你的能量。来，让我们一起造这首歌，日落月亮河。我们在这里用音乐队曾经
九年以来的作品献给了你们，也感谢你们把宝贵的时间献给御乐队，感谢你们支持御乐队，支持中国的这么一首御乐队的保家本心，再次王启阳键盘手杨文超给大家掌声好吗，鼓手孔德佩，
试试所有人。签售活动，如果喜欢他的话，如果喜欢他们的话，希望。